其实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呢我们这次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这种艺术家会带来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就会非常的多元化。那我自己呢也尽力能够给这个音乐会添一点色彩。在此我要祝贺波士顿国际亚洲音乐节圆满成功，希望看到你们哦。